传说四族人崇拜的图腾是蛇，蛇灵带给他们一颗石珠，他们把它叫做龙珠。龙珠赐予了他们法力，四族战士从此战无不胜。可是没过多久，那些战士都魔化了。龙珠，哎呀，那要是真的，那哪是龙珠啊，那是魔珠。二爷，你看这魔珠也好，龙珠也罢，哎，咱们先不去想了啊，咱们打开棺材看看。二位爷，请。在老子的地盘抽老钱，金老板，我这鸡送你下去，我们有事先走。你给我追啊！哎，干什么人？让开！让开！让我给我追！老子追！快！快点！
站住啊！给我站住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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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韩少爷，怎么是你啊？是大家，走吧。哎，温大哥，哎，刀板进来玩吗？赶紧吧，给我追！喂，你把这个酒给我送到营府去。您先喝着吧。哎，学生，哎，你这着急忙慌的，是来跟我借酒钱的吧？啊，老梁，现金那家伙带了我，要么你让我自己藏一会儿，要么带我这里的损失我可不管。孙子，没掺水的酒才好喝吗？骗我那么多酒钱！老板，有没有看着那小子？往那边跑了！啊！啊！哎，二叔，别！臭小子，又跑出去瞎胡闹了。叔啊，我这不是给你找酒去吗？你看，梁大侠江湖好酒，不掺水的。哼，臭小子，我还不了解你，偷鸡摸狗，你是全能。岁数不小了，还没个正形啊！
二叔，我这不是在找社座吗？今天又有三国人上门要债，真的好紧。你说什么？啊，没有，二叔。这二叔，你到现在还没跟我说，你中毒到底怎么回事？谁害的你？不要乱打听。对了，今天张家姑娘上门，你小子却跑出去给我惹祸，你是诚心气我是不是？二叔，我都这么大了，我又不是小孩子，找媳妇的事您就别操心了。马二哥，二叔，你就跟我说实话吧。前几天有个九门的朋友告诉我，说我爹的死跟你们当年项目有关，是不是真的？二厅来的这些闲言碎语，记住了。韩家就你一代单传，好好的谋个营生，别的事儿想也别想。真的见过了双龙玉珏？韩阳，他姓韩。理解了，韩家家传我们机关术。按说当年藏龙墓的设计就出自莫凡之手，所以双龙玉珏在韩家人手里也就不奇怪了。太好了，有韩家人的参与，看看藏龙墓就能有多一层的胜算。千年机关道，你们俩要命，我的就是韩家俩兄弟。爸爸研究考古，不是为了自己的名望和地位，韩家也是家学渊源，咱们需要他们的帮助。没关系，啊，时逢乱世。家都不中落呢。二爷在屋吗？怎么样？二爷在呢，您里边。哎，九叔来了。小子，又说话呢。哎，大爷！小子，什么时候学的这么懂事儿？你九叔来，你也用不着行这么大礼呀！啊，大哥，
来，九爷来了。哎呦，二爷，今儿来啊，我给你介绍一位朋友，这位是秦门阴阳秦宇秦教授啊。二爷，您认识我？十年前认识，现在不认识了。老二，你老是这个臭毛病。秦教授啊，韩二爷这个人脾气就是茅坑里的石头，又臭又硬。来，坐，快坐，坐。哎，小子。越学越有眼力劲儿了，这兵没白当。这小子三天打鱼两天晒网，没半年当了逃兵了。嘿嘿，啊，二爷，现今那是军阀割据混战，百姓苦不堪言，现在的军营也更不比从前了，军阀体系从根子里就烂了。我看韩阳这小兄弟是个忠直正气之人，军营他肯定是待不下去的。二爷，你就别操韩阳的心了。哎，秦姑娘，要不带您去里面转转。秦姑娘，我给你介绍一下。这些花都是我种的。二爷，我今儿个带秦教授来，主要是向你打听一件事儿。你可听说过东周四族藏龙墓？走。这个何叔。怎么能吃药呢？经书老朽，身体抱恙。哎呀，送客。你说，你后面是送了什么？韩老二这个老顽固，我看今天是吃了枪药了。哎，小兄弟。你二叔是因为生物毒素中毒，这个药只能缓解症状，不能根治，还是要从国外去找些解毒血清才好。秦教授，你有办法治我二叔吗？帮你想想办法。这样，明天呢，你到燕南大学考古学来找我，我跟你说说。
田玉呀，田玉呀！小兄弟，你跟我说说，这错金铜钱你是从哪儿得来的？听我二叔说，这是我父亲在他下的最后一个墓里得到的，也因为这个铜钱，我父亲也留在那个墓里。只是我二叔一直没有搞清楚这上面到底写的是什么。秦教授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哎，你看，这铜钱上正是四族文字，记录的恰恰是藏龙墓的信息。小兄弟，你可是解决了我十多年的疑惑呀！这真是太好了。小兄弟，这错金铜钱能卖给我吗？秦教授，你要去下墓吗？我想跟你一起去。这可是太好了。这样，你二叔需要的解毒血清我帮他从国外去找。秦教授，你真的能帮我二叔吗？韩家的祖上和我们家祖上也算是有些渊源，你不说我也会想办法的。谢谢秦教授，不过我二叔一直都不肯告诉我是谁给他下的毒，我怀疑跟藏龙墓有关。传说呢，藏龙墓里有龙珠，龙珠有改天换地之能，得龙珠者得天下。现在盯着藏龙墓的人应该不是我，我们此行可要多加小心了。错金铜钱呢，这两天就先放我这儿，三天后咱们就出发。这个娘婆也在。秦教授，哎，好啊，老布，救得你了，韩少爷。哎，这位是韩哥，哦，我叫罗子谦，大个子，师弟。行了，咱们去干活吧。就是。他是李大帅的女儿李明瑶，李大帅是我们这次考古的赞助人。人到齐了，出发。好，哎，走。上车。舒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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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衣服好。哎呀，
守护国家历史文物，不造带着破坏。虽然任重道远，百般不易，但我依然竭尽所能。只是岁月不饶人，我这把老骨头在时光的催促下，依然有些力不从心。可守护民族每一寸土地下的文物，刻不容缓，还需我们每一个人不懈努力。大爷，哎，你决定他们慈心的墓地是文物吗？你要是搞错了，我这把枪可是要值人的。龙先生，我哪敢骗您呢？老子决定，小丁还在那头盯了很久了，我敢确定，他们就是要去找那个什么什么龙珠的。中国。真是个神奇的国家，有着数不清的宝贝。先生们，尽情狩猎吧！这车也过不去啊。没办法，咱们开始步行吧。方向没有问题，大家把自己的东西准备一下，拿好东西走。看着了吧，那边按照铜钱上的记录呢，这里就应该是四族的发源地三里城。三里城被这绝壁环抱，形成了杨氏地脉。按照地理上看呢，向东100公里左右必然就是阴氏地脉。你们看东侧，从地图上看，东侧秦岭腹地有个山脉叫苍龙山，那里Let's go.
来掺和掺和。好嘞。师妹。谢谢啊，下次自己来就行了。你们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？哪有什么声音？航哥，你刚听到什么声音了？好像是枪声。哎，我说，这荒山野岭的哪来什么枪声？就算是有，也就是那些猎人打猎的声音。是德玛手枪的声音，此地不能久待，我们走吧。三师傅，我们要我们开始补给了。请大家给我们带路。一会儿，到时候副队长不想下去，不行，快 ！OK， 对，开路，开路。先生们，快走。右总，哎，金师傅，师姐，是吧？生活不错吧？啊，但是今天必须早点休息，明天还要赶路。行，你们去睡吧，我守夜。不多睡会儿。还好吧，这山里什么都有，我在这守夜安全点。没什么，就是有点想我二叔。从小我就跟我二叔相依为命，从来没有离开过他。这一次我偷偷跑出来，有点担心他了。我油腔滑调，我可正经着呢。你说他呀？他就是个男人婆好吗？哎呀，我天呀！哪来这么多老鼠啊？王清，快回去拿东西走。好嘞，来走，快！起来，起来！终于摆脱那些大老鼠了，吓死我了！地脉之行走，起伏找龙，说的就是龙脉地形，以蜿蜒曲折、轻快矫健为上，重重起伏，白云飘忽，
是我降龙之地。是，凡真龙深处，必得缠绕，说的就是山脊河梁缠绕，阴阳五行交错，此地必有一处是真龙位。一直往前走，翻过这座山，必有所获。 风水讲究气日，那气日遇风而散，遇水而止。按理说，在这个风口不可能形成阴雪，这里四面环山，怎么会出现这片沙漠呢？看，这里的植被枯落物应该都是湿地植物，所以。 这儿的山脉应该是混乱在形成的。昨天晚上那个老鼠怎么那么大呀？吓死人了！你要不觉得奇怪吗？所以这些现象一定跟藏龙墓有关系。老师，你的意思是藏龙墓会影响这些动物的生长？对，你说的很对。咱们继续往前。师弟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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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没事吧？师弟，白长这么大个，像是一个祭祀台啊。 这个应该就是祭祀用的陶罐碎片。你看，这里向南开阔，地势极高，是风水极阳、阴邪不侵的九龙祭天局。这里应该就是2000多年前四族人祭天所在的祭祀神庙。 藏龙墓也压制龙珠，那这个极有可能是一个祭祀台，咱们分头找一找，看看有没有入口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有妖怪！有妖怪！ 妖怪，妖怪！我这中金大爷，金大爷，好大的蜘蛛，特别特别大，就在那边，我都没见过。救命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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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救命
我们的哪儿也有。这人太多了，大官，那怎么办？哎，不知道什么意思啊？安娜，是吧？
你那是什么东西啊？我的小子，哎，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？他那个就瞧你腿脚散，他就是靠这粉赢老子一百大洋的，吹死！来，你干嘛？动金珠啊？老子是给龙仙的考古队带路，管得着吗你？我看你是当狗来着呢。阁下是金教授是吗？你认识我？ 我是卖国学，弟子学教授，龙院。这次是受贵国政府邀请，考察咱们。这个事儿我怎么不知道？我们是来帮助你的。帮助我们？这里就是藏龙墓的入口所在吧？这里大概是吧，但是我们还没有找到入口。<笑>这个事情。 还得我们来，干什么？来，龙先生，你用炸药干什么？你放心吧，用排除法炸出入口，不会影响敌军防御。新教授，让你们在这靠边吧。OK, boss. 果然在这里，Let's go！你等着，好歹，同志，我给你们撒点狗啊，安全第一，安全第一。哎，你这是怎么回事？有没有光谱？你怕什么？我中，已经算好了，就是。 从来没有遇到你说的，你阻挡我们的事，遇到的地质情况，不是杨某吧？陆先生，你可比那些危险的厉害多了。没错，全是些炸药和枪械，还有盗墓的路粮船。你们一定要小心点，他们不像什么人。走吧。 金大爷，先走。啊，我不是我。
人质们，我们走吧。金教授，这么多条路，我们走哪一条？如果这里真的是我墨家先祖设计的话，那这里应该是一个四象八卦阵。日主为分门，分卦为地，众生之象，阴为阴卦，左侧为正门，雷卦属阳。战斗之象，主杀伐；对面离门为光明之象，属火，有焚烧之力，属阳；右侧为坎，为龙水之象，与坤卦相似，所以走这边应该没错。他说的什么？状元，中国的状元。潘阳先生，看来你的咒语也不管用啊。这个是断龙石。不对啊，走这条应该没错呀、啊。辅助赵院长，在外边一定有开门的机关。我先走。秦教授，我记得你说过，
这个障碍物是我们公司设计的，真的假的？是啊，我的资料里有提到过。怎么，你想到了什么？只是这里是四族人生活的地方，怎么可能用到末班星主的设计图？机关？什么？老祖宗的机关傀儡术，这个做的可真精致啊！龙宇文，你住手！你再这样乱动，会连累大家的。我说，可爱的青玉教授，你不会当真以为我们是来帮助你考古的吧？你我都清楚，斩龙墓里面有克隆种，外面的动物你也看到，其性质大，战斗力强。我想，这个对我们美国的龙区别有着非凡的意义。新教授，你们的北洋政府恐怕也是这样的想法。龙宇文，你想取龙珠？这不可能！藏龙墓里的龙珠只是一个传说，这里没有你要的东西。金教授，你我亲自督命，有没有我自己会出招啊？给我老实一点。
大家不要乱动，这里面全是机关。话怎样？这刀门对你来说应该是小彩，只要打开这扇门，里面所有的宝都给你。我只需要龙珠。这扇门是我墨家先祖的绝密机关术，我学艺不精，恕我无能为力。打不开这扇门，那你们全部都会要死。去你的吧！那我们就从这个小秘密开始。走开，走开，走开！九宫机关阵，果然有机关。你知道这里有机关，你先走。大家跟着我的脚步，带九履一，左三右七，二四有肩，有八为足，五居中央。尸骨，难怪这个寺庙里会有机关。原来藏龙墓就是普渡人封印自己的地方，被封印的普渡人死后就会被放在这里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四族人会消亡的原因。秦教授，四族人为什么要封印自己？这个还不清楚，你来看。你看这些尸骨，
我想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。为什么没有龙珠？龙珠肯定在这个玄关里面。戴笠，我们想个办法吧。几千年的机关门真是有些本事，看来还是低估了韩阳这小子，不愧是机关门传人。爹，李大帅。爹，您怎么来了？让这些鬼鬼祟祟的人跟着你，我不放心。龙珠找到了吗？龙珠？大家都还好吧？老大救我！你这么样吧，你把枪给我住手，快蹲下。大车怎么没有攻击咱们呀？那还用说吗？肯定是韩少爷那个强力推进剂起作用了，专防蛇虫鼠。我想再听听。你说，龙珠？不是龙珠，是陨石，有辐射作用的陨石。韩阳，咱们得赶紧想办法离开这里了。想离开这里，就得把这东西弄掉。李冰瑶，说，你引开那东西，我去拿炸药。
别动，那不是龙珠，那是有辐射作用的陨石。龙珠终于到手了。大帅，别杀人，别杀人。大帅，你不是答应过拿到龙珠以后不杀人的吗？我答应你。小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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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林瑶。杨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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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大军，故技重施，杀人灭口，是不是啊，李鬼手？大叔，你的腿。韩二爷，二爷啊，你没瘸呀？瘸？我要不装瘸，不就早都死在你的手里了？嗯，老家伙，你藏得还挺深。李大学，你支持我们考古，就是为了这个龙珠？要不然呢？啊，金教授，如果没有我的话，你能见到这一宫的奇观吗？这不也是你的理想和梦想吗？啊！不要，赶紧带人走。韩二爷，韩二爷，你难道也想让韩阳留在这里陪他老爹吗？快去！今天是老友相逢啊，我也让你们死个明白。十年前我发现了东周的次月墓啊，当时候我请了咱们韩家的校尉夏目倒斗，到了墓里呢碰到了机关。哎，不是我不想救，对不对？我也无能为力啊。为了藏龙墓的宝藏，你是机关算尽。是，我就是机关算尽。再后来我带出了一把青铜剑，会入军队，混进军营，一直爬到今天这个位置。怎么着，你们以为这十年就你们在这造龙吗？我也没闲着呀，要不然你们怎么能遇到韩阳这小子呢？再后来我发现参与建造藏龙墓的是阴阳家，于是我就找到了先秦阴阳家的后人秦教授。这十年来我让秦教授迷上了藏龙墓的传说。原来是你有意让我找到藏龙墓的线索。哦，还有十年的研究经费。不过想想龙珠的价值，这十年还是值得的。龙珠在我手，天下归我有。小女，你就事先收买了杨飞
还提供解毒血型给韩二爷治病，来吸引韩阳加入考古队。这些都是你安排好的，为了自己的野心，你下了好大一盘棋啊。就是一盘棋，只是韩阳这小子还真有点本事，不只是贪生怕死的一个逃兵。你以为你无数次派人到我的住处去盗窃错金铜钱，我不知道吗？哼，四月墓你只看到了前半部分，四月墓里到底是什么，究竟是什么样子，根本就不知道。龙珠有多可怕你知道吧？四族就是因为龙珠而灭绝的。哼，魏少赶紧松手吧，龙珠出世会毁了天下的。李大学，你手里的就是一块有着强烈辐射作用的陨石，不知道为什么落在了富族人的手里，让他们的身体和性情都发生了变异。你去仔细的看看，看看那些尸骨都变成了什么。这个地宫就是看到后果的四族长老用来封印龙珠和自己的地方。一派胡言，将功成万古枯，老夫再说世间天翻地覆奈我何。那个龙鱼丸呢？他也是你安排的吗？那只是个意外，不值得一提。那我呢？你做得很好。爹，您让我来取龙珠，难道也只是一个局？您可以只把我当做一颗棋子，可是我娘呢？您有想过要救她吗？冰瑶，这么多年您请我一直在床上苟活了十几年，难道还不值吗？不值！当初如果不是您，看我母亲生了我这个女儿，之后就开始嫌弃她，然后抛弃她，她怎么可能会生病？那我这些年所做的一切，都不够您救她的吗？你要。我是看在你还有点本事，帮我打下了多少地盘儿，要不然的话，你母亲根本活不到现在。哼，龙珠在手，天下归我有。你爹了，韩阳，你带他们走，我在这盯着。走，二叔，你们快走，我对这里机关熟悉，没有事了，我有办法留住他。一时间的，快跑吧，来不及了。爷，请救手，那我二叔快跑！打！走啊！我给你留下。走啊！我回头。你疯了！
他已经不是你爹了。什么是考古？比起发现的价值，守护才是考古的真正意义。儿叔，没能保护你。